最近我发现我的室友有点古怪，他这排突然间很少嘢讲，仲要神不守舍。嗨，我是苏林。科，你有冇神啊？喂，开始之前，科，大家订咗。科，我哋而家开科。每一次我上传咧，都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而且佢嘅状态一时会好兴奋，一时又会好攰。最紧要系有一次俾我闻到佢一阵怪味。大麻，估唔到我室友个样虽然生得焦急，但年纪轻轻就已经踏上毒品嘅不归路。好彩我依家就放紧暑假，唔使翻学，等我可以全副精神去帮佢。为咗拯救佢，我决定喂。喂喂，点解会咁嘅？喂，作为你个朋友，我系唔会眼白白咁望住你毒品世界度沉迷嘅。你睇下你吸咗毒之后，身高都矮咗几寸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帮你戒毒。无啦啦戒咩毒啊？系咪有咩误会啊？我哋你唔使再讲啦，我系唔会抛弃朋友嘅。不过你自己都要好好加油。加咩油啊？喂，玩啦，放开我啦，喂，系唔辛苦啊？睇下大麻嘅祸害真系好大，一开始食就唔可以停落嚟，一停落嚟就会好辛苦。顶住科，好多时候戒毒最大魔鬼就系心瘾，撑住啊！啊，辛苦啦，玩啦。我问你，边个靓仔啲？呢个咧，梗系用使问咩？连对事物最基本嘅判断力都冇咗，智力受损系吸食大麻嘅特征，估唔到已经咁严重。哎呀，我顶唔住啊！喂，我想食。够啦！咩时候啊？你都仲想食大麻？我对你好失望啊！唔系啊，唔系啊，喂。剩翻啖嚟啊！食食食食食，食一食一食食。唔通真系我搞错咗？恭喜你啊！你追戒毒成功啦！作为你的好朋友，我为你感到骄傲。记住啊，任何毒品都不要碰，还要好像我这样时刻关心身边吸毒的朋友，不要被他们误入歧途。没什么事过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